这样子裹起来就是方便这样子剪开了这样子的话就好做。
那个这个叫公票吧，就是坐的每一道工序要点下来。领子上领的。穿多久啊？穿一扎半个钟。这个孔有的大，有的很小，这个很小啊，有的穿都穿不进去。是啊，有的又大大的，有的又可以刚穿得进的。你看这是要这样来转好，你看转多久才转得进去？每个都要转，这里啊。一扎一百条嘛。我娘也不方便，人长得这样，人家就是，看着老板都要，这个一个月，2000块钱呢，2000块钱了，加班加到11点钟了，有时候赶路的加到两点了，1点了，11点了，10点了。
这衣服像还比那个宝贝还宝贝。今天没有搞多少，今天都是拆包的多。今天我没有多少，白做两百块吧。走哪去的时候？搞什么啊，走啊走啊那边